哎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继续玩火影忍者手游啊。现在玩这个什么冰封水果季，冰封水果季什么鬼？雷吧，那就打水果吧。去年好像也有这个活动啊，打呀打西瓜，是吧？果然啊。哎呀，砸去！开个，技能飙起来！哎呦，出！这飞！最后一个还没踢到，一个90个西瓜 你们有没有我踢的多？有没有我踢的多？有的多。可以评论留言，可以每天挑战3次啊！你们哪一个比较好打？感觉还是配人不不是不混水萌不错啊，左躲右闪。刚才是打多少？90个是吧？这个贝壳有技能全部扔出去呗！他自己会飙过去行。这一技能就够了。哎，这他这好像打不了几个啊！我老在这空闪，97个哎，厉害不厉害？比刚才还多7个是吧？再来一次啊！能不能突破100个呢？靠不混水吗？躲闪又闪，他这种会打好多啊！腿残！哎呦我操，那个技能掉了，这下过不了了。没有那个技能不爽啊！哎，我去！没技能打不动啊，还是要技能飞来飞去好。这次绝对是最低。一个94个，这样子打也有94个呀，不用技能也有94个，最多97个啊，是吧？嗯，兑换一次，那就兑掉呗。还有什么？这个不错啊，随机 B 冷碎片。生存试炼，我把决斗任务过一下啊。2个 A 人，先看第一个，那个
止水春野樱鸣人。第一个任务很简单，差两个人头就好了。很快，飞段，外面小学生换甲，不是小孩子换甲是吧？哭哭闹闹。分身。错边了，怎么办？又错边了。这家伙网络不好啊，最近玩好多好多人都网络都不好，我现在是大网卡，才不管他那么多。你在闹？哟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也能连起来？你压的好溜啊！哦，被鲨鱼吃了。这么溜，这家伙这么溜啊，超乎我想象。哎我操，没劲呢，还想开大招。有点悬哈，怎么搞的？这间隙竟然还能遇到这么溜的。去吧，嘿，完了，他应该不会连起来啊，他二技能刚才扔了吧，连不起来吧。哎，完了，输了。哇、哦、操，这家伙这么猛，好猛，见习都遇到这么溜的。早死。你想飞吗？想飞吗？没那么容易呀、啊！一锤子先砸死再说，还敢飞呀、啊？两名 A 人，快速解决战斗，小右男。不对，这样子，现在有部分水门出场率肯定要让它高一点啦，是吧？好不容易拿到这个来，是吧？对方就还有这台野，我的配额还蛮限免的嘞。我卡了，
我没开 WiFi 吗？我去，要不要这么卡？嘿，被喷死了！要不是前面卡两下，我去，你还把我虐得这么惨，开玩笑。我靠，这蛤蟆好贱，这叫蛤蟆贱。他居然不用分身，为什么他不用分身呢？这个手印太晚了。修丹甲，来吧！我的腿比你长，这样那补了。死都不用分身，那就成全你。再调一下，把这个佩恩还有两天时间，不能浪费啦。这两天就玩这个佩恩吧，使劲玩佩恩，不分什么小男最强阵容。他姥姥的，起过来。小组织里面感觉干尸鬼鲛最可怜。
直接。头两步可别扔了。擦。哪尼动都没动就死了是吧，拜倒在我的群，拜倒在我的脚下。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。我勒个擦！还敢这样跟我玩？早抽早抽，成全他。戦闘開始。哎，我操！我每次牵他都插不进去啊！来，乖乖乖。哎呀，悲剧的，那一下没把他打到。欺负人家。只能在这个低段位。呀，动都没动就死了，只听到天天不停的呀呀呀呀呀。你压不起来了吧？打到下人二吧，也差不多的车去玩那个叫什么锦标赛是吧？杀一个来一双。为什么出战只能三个忍者是吧？不能多一点。插起来！你完蛋了！悲剧啊！悲剧啊，大招空了。他要是掉个头我可能就死了。我空大他也空大，你是不是开玩笑？让你落了。
快点！都是这么轻松的欺负人。再来一把吧，打得挺爽的感觉。打完这把不打了啊。嗯，这个。嘿嘿，我怎么会这么傻，冲到那里给他撸？我可不会跟你客气，以后大招就扔出去。嗯。客家，纳尼？小妞。给乐一个，靠近了没扔出去，哎呦好暴力哟，打不到我，你以为落地了吗？一个大招打破你的所有幻想。还有个小男，小男是比较难，除非我能一口气把他拉到。哎呀哈，哎呀砍错边了，这就悲剧了，死了。嗯，什么鬼啊！我打他，他还被他推推推回来。老是后面一下连不起来，怪了。哎，怎么？哎哎哎！还是我离开吧。嗯，搞定。嗯，不打了，再去打人的锦标赛吧。那我们先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跟着伟哥视频关注微信公众号伟哥解说啊，伟哥解说微信公众号。呵呵，啊，嗯，先录到这吧。Yep.